手游酷玩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。今天咱们来继续坦克之星，那么继上次虎视升级，今天又升一级。其实上一期应该是虎视连升二级的，只不过咱们的金币不够啊，那么这期我们准备足了金币，把虎视升到了白银二级，那么再升一级就是黄金一级了，那又多了一辆黄金车，咱们为此继续努力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车辆都升到黄金级别。那么他在高级锦标赛进行了一个修改，那咱们也是打得比较困难呢。我相信如果寒冰坦克可以达到黄金二级，那么会解决的更轻松一些。那么虎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伤害比较足的，你看咱们越级打哎，都是挺强的，伤害也是比较够啊。 1v1 的话绝对是没问题，那么 1vn 那个就说不定了，像寒冰坦克 EVN 还是有挺好的这个压制效果。那么这个坦克的整体的控制技不是很强啊，它跟这个 T34 差不多，还有埃弗拉姆斯都是属于这个传统火炮型的这个车辆，并没有其他的这个元素伤害。而与我们对垒的这个车就属于是元素类的伤害呀，它会在场面上留下这个辐射来进行对我们车辆的这个灼烧，不过没用，已经被我们打掉了。这个家伙的防御力还是比较低的，可见虎视还是比较硬的。好，继续开启下一关，那么再次对决。这次的话他给咱们匹配了一个是比较低的选手啊，比咱们低一级，那就更好打了。起手这个冲天炮来一波，没有正中下怀，但是也是有一个建设伤害呀，还行。哎，他这个炮还是挺有逗乐子的，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坦克，而且就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一个这个儿童玩具的感觉啊。你看这个炮弹的话，你看他打的东西什么东西啊，像是一个礼花弹一样，这个东西竟然还能有伤害，还是挺奇怪的。不过游戏嘛，就会做出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，不符合这个现实常理也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也是这个属于是一些数据还有这个美术的设计这个方面的，并不能完全按照现实生活中这些东西来应对。所以游戏的话有些东西做的还是挺夸张的，一些像卖皮肤的游戏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游戏，那完全遵照现实来模拟的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少的，那基本这类游戏都会叫做什么什么模拟，那么玩起来可能就没有太大意思啊。好的，从上方攻击，哎，一击必杀还是比较给力的。那虎视目前也是停靠在了这个等级，那么能否再升级也是需要看脸的，能不能抽中虎视碎片才是硬道理。那就算抽不中虎视碎片，他也会把这个碎片呢分摊给其他车辆，所以最终你还是差不多能够完全升级成功的。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坦克之星这个游戏，我也是给了一个四星评价，整体的对战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